所以这个多功能的 Windows 键好不好用？超好用的哈、哦。啊、你如果有喜欢的话，麻烦在下面加上这个通关密语，有看到吗？嘿，这份讲义就会送给你哦。哦，这里有一份讲义，你看这里模模糊糊的，对吧？它有好几个快速键。好、哦，这边有这个，你可以，你可以这个拿到这份讲义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麻烦各位老师，请你帮我做一个登录动作哦。